Amazon 亚马逊2020 Prime Day 会员日限时购物狂欢来了，锁定我们的频道还有直播哦。一年一度的黑色星期五就快到了，今天我们就来回顾 Costco 2019年黑五电视好折扣，为大家今年的黑五买买买做好预习功课。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点击右下角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啦。 Vizio 40寸 4K 超高清电视2019黑五价 199.99 美元，原价249.99 美元。 Vizio 的这款40寸 V 系列代替了之前的 D 系列和 E 系列，成为了 Vizio 入门款 4K HDR 智能电视，依然带来了主流 HDR 的全面支持，包括了 Dolby Vision、 HDR10、 HLG， 提供全面的内容，特别是串流服务，支持 Apple AirPlay 2， 可以从苹果设备串流，也支持 Google Chromecast， 还内置了 SmartCast 3.0 智能系统，真的做到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怎么看就怎么看。三星50寸 4K UHD LED LCD 电视2015黑五价279.99 美元，原价329.99 美元。三星这款电视定位入门终端，不过依旧有着不错的色彩表现，内置 Samsung 自研 Crystal UHD 图像处理芯片，可以通过算法将低分辨率的内容升格处理至 4K 分辨率，内置游戏模式，自动调节电视参数，有效降低延迟。 HDR 高动态范围的加入也让画面明暗细节更加丰富，喜欢主机游戏的小伙伴可以考虑趁今年黑五好价入手。 LG 55寸 4K 高清电视2019黑五价349.99 美元，原价479.99 美元。 LG 这款55寸电视的大小刚好适合放在客厅或者书房使用，占的位置不多，但是依然有着很好的显示效果，是家庭使用入门电视很好的选择。 LG 的四核处理器可以完美的呈现超高清的 4K 画面以及 HDR 画质，内置 WebOS 系统，纵向操作更简洁方便，也可以直接通过电视观看 Netflix、 Hulu 等在线平台的视频，无需外接电视盒子。三星65寸 4K UHD LED LCD 电视779.99 美元，原价1074美元。这台三星的65寸电视和之前我们介绍的50寸电视一样，都内置 Samsung 自研 Crystal UHD 图像处理芯片，不同的是这款 A Series 配有 InfoLink 和 WiseLink Pro USB 系统，两个系列均具有四个 HDMI 端口以及以太网，均通过 DLNA 认证。而且 A Series 是真正的超薄电视，其宽度仅为 1.9 英寸，并提供 LCD 面板，采用宽色彩增强器，画质更为清晰动人，追求画质和电视机厚薄的小伙伴可以选择这款。 LG 65寸 OLED C9 系列高清电视2019黑五价2249.99 美元，原价2499.99 美元。这款 LG 的65寸 OLED 搭载 Alpha 9 General 2处理器，图像和声音的输出都十分出色。这款最值得称赞的功能是它的快速媒体切换功能，它可以根据内容自动调整帧速率和分辨率，以及自动降低延迟，让画质更加流畅，游戏体验更加真实。家里有小朋友的也可以考虑入手这一款 OLED 屏幕的蓝光能量可控，改善屏闪就可以适当降低对小朋友眼睛的伤害，内置 Amazon Alexa 和 Google Assistant， 更好的与智能家电链接，使用感极佳。三星75寸 4K UHD LED LCD 电视2019黑五价749.99美元，原价799.99美元。这款75寸的电视价格实在太诱人了，和我们之前说的50寸的那款一样，这款同样是6系列，但这款75寸的电视胜在尺寸，大尺寸画质也没缩水， 4K LED 超清显示，性价比超高，非常适合放在客厅或者 media room 作为全家的影音设备。以上就是今天的 Costco 黑五电视价格回顾，希望对大家今年的黑五购物起点参考作用。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请点个赞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吧，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